2023年第39届金山湾区华人运动大会兔月金山福临华运将于7月30号星期日上午10点在10100 Finch Avenue Cupertino High School 举行。大会开幕分列式进场，后有拔河比赛、各项田径竞赛、民俗体育等活动。另外，特为培养儿童与青少年艺术修养，提高绘画能力、表达艺术才华，举办青少年儿童欢乐的运动会、现场写生绘画比赛。参加年龄由5岁到17岁，共分4组，各组前3名及佳作均有奖励。报名及须知，请扫描屏幕上2维码。报名7月25日截止，有兴趣参加者请尽快报名。更多详情请上网 www.tcaat.org 查询。美华慈心关怀联盟失落与哀伤线上系列课程将于8月7号到28号每个星期四美西时间晚上7点到9点上课。4堂主题包括失落与哀伤、面对哀伤历程、哀伤的陪伴和抚慰、生命纪念册，分别由雷淑云老师、陈明慧护理师、庄文婷医师、高淑丽老师授课，课程免费，报名资格为近2年丧亲者、专业医护人员或家庭照顾者，或美华慈心志工。报名方式请扫描屏幕上2维码，名额以50人为限，有意愿参加者请速报名。更多详情请上官网 www.caccc-usa.org 查询。中国信徒布道会将于7月31、8月28以及9月25日3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一，美西时间晚上6点到7点半，举办浓浓爱意恩慈相待亲子讲座，邀请真爱住我家博客总监制与主持人 Dr. Joy Cheng 程灵真儿传道来分享如何突破华人文化不善于表达爱意以及没有健康家庭界限的亲子家庭关系，建立充满基督之爱的家庭。报名请扫描屏幕上2维码或上网 ccmgospelcenter.org 登记，并请注明讲座代号 SM332。 ChatGPT 是最强的 AI 工具之一，除了做资料查询与翻译外，还可以结合其他软件做项目开发和应用。中信福音中心将于8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举办名为 ChatGPT 制作短视频 AI 视讯讲座，邀请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与执行制作 Alice Wu 用实际范例来分享如何运用 ChatGPT 与视频软件来制作短视频，让您在短视频制作上可以省时省力，内容多元而且丰富。报名请扫描屏幕上2维码，注明课程代号 SM337。 更多详情请上网 ccmgospelcenter.org 查询。位于 Golden Gate 金门的 Presidio 是一座与众不同的国家公园，原住民在这片海峡的土地上居住了数千年之久。1776年西班牙在此兴建了一座军事堡垒，名为 El Presidio， 就是要塞的意思。随后墨西哥接管，后又成为美军军事基地，长达148年之久。现在 Presidio 已是一座占地1500英亩、男女老少咸宜的国家公园，园区坐拥风景优美的露天场所、步道、海洋、海湾美景和餐厅，还有免费的活动可参加。这里堪称世外桃源，无需逃离城市就能亲近大自然。园区游客中心位于210 Lincoln Boulevard, San Francisco， 每日早上10点到下午5点开放。中心有免费的 Presidio Go 穿梭巴士，可载您前往及环绕园区。更多详情请上网 presidio at
presidiotrust.gov/Chinese 查询。